基本上它的那个阶梯的陡的程度大概是像这样，但是一路上其实这个石阶其实还蛮好走的，而且很宽。其实古色古香，蛮喜欢的。人家说40分钟就到了，我们来看看，我可能不一定。哦，这边看那个茶壶山真的漂亮。好，继续走啊。